荣耀发财快报，大仙什么都知道。你想定制局内快捷交流信号吗？你想拥有更多正向可以表达自己心中情绪的语音吗？那么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王者最新开展的局内交流信号共创活动。那王老师表示，局内战场瞬息万变，想收集更多玩家在局内遇到的场景，以升级现有的交流信号和交流方式。那本期就和兄弟们一起唠唠我们在平时对局中碰到的以及对交流信号有意思的设想。最先说的是射手玩家们的处境，现在打野普遍都喜欢往对抗路刷，中路抢完线一般又喜欢跟着辅助走，但凡辅助是打野好兄弟拉上的，那发育度真是动不动被四个人越。这个时候我心里真的无比想呐喊呐，快来人呐，快救救我呀，恨不得把请求集合给戳烂让队友赶紧过来。不过这种如果做成信号交流似乎有点太正经了，我觉得就应该弄一点搞怪的，比如说好多人呐宝宝我太难了，轻松诙谐的传递给队友我正在坐牢，说不定能更好的摇到人过来帮忙。还有就是大家肯定遇到过战况一时不顺对，就打字活动的情况下，这种时候就缺一手宝宝别吵了施展我的宝宝打法，你一句漂亮他一句一波，那就只会让人越来越上头。但是你要是一句宝宝他一句好哥哥，这俩孩子吵。但要说为了更便捷传达暂时情况的话，我觉得中单玩家可能需要说我没线权，对面去上路或者对面去下了，这种偏向爆点敌方动向的语音打野可能更需要抢线进攻野区，我绕后了快开团，更多战术性的语音。而对抗路则需要我来支援了，我清波兵线马上来了，我要开团了，这种提示队友自己动向的语音。我觉得这波共创还是挺有意义的，最后要真能定下几个脑洞比较大又能表达情绪的语音说不定很大程度上减少发干得漂亮的情况。你们对这种共创有什么好想法呢？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吧。